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介绍一款我身上穿的这个非常休闲的套装，穿上这个整个感觉非常的舒服，因为呢这个料质啊是卫衣布料的哦，它料质也是很好的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颜色超可爱的，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个是水蓝色的，然后这个啊套装型的，就是其实完全不挑身形都可以穿的，它的整个尺码呢可以穿到 L 号都没有问题，它的腰部的地方裤子是有做弹性的哦，然后它的裤管的地方完全不贴腿，然后做一个小开叉的感觉，会拉长的腿的比例，然后有口袋，然后就完全就是也不会透的，所以它的上衣白色呢，因为它料质是用比较好的，所以也不会透到你的内衣的颜色，所以其实是可以单穿的，或是里面穿个小可爱都可以。然后这个颜色还有另外一个是粉色的哦，等一下换给大家看哦，拜拜。好，我现在换的是粉色的给大家看哦，那我们发现它的粉也是非常可爱的，而且它的粉是有点就是粉色跟蓝色都是偏比较淡色系的，所以其实非常适合夏天穿，而且这两个色系啊就是比较像马卡龙色，所以它每比较不挑那个肤色都可以穿的，就是皮肤比较深色系的人呢，其实要穿这种比较淡色的都会比较衬肤色的感觉。好，然后这一款呢是可以拉斜肩的，它没有办法拉一字，就可以像我这样拉个斜肩，那如果像我平常呢比较不想要穿内衣，想要穿比较舒服感的话，里面就可以像我这样搭个这种小可爱，然后这种肩带啊都超美的，就是其实露出来外露都是非常好看的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它的袖子，但我们发现今年的袖子都是做比较长，尤其是宽T都是长长的，但是这个袖子呢就是可以让你这样折起来的，像我右边呢是有折起来的效，就是折起来效果，那长度我是折两层，但是如果想要再短一点你可以再折一层，它就会比较有造型，然后也不会觉得太长的感觉。然后再来啊，它是做滚边的配色，滚边配色设计，它穿起来真的非常的好穿，而且它完全不会露到你的屁股微笑线的那个腿胖胖的问题，它都完全遮住了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真的是不贴身的。好，然后这个呢它的那个下摆是做开叉设计的，所以是大家可以看到两边都是有，两边都有。对，那平常呢如果你要像我刚刚这样子整个放下来穿也是可以的，或是你想要比较有型一点可以把它这样塞前面就好了，这样穿起来都是非常美的哟，推荐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喜欢哦，拜拜。